528，596，单加魔力55，魔体双加519，太极护法586，永不磨损，先来个不磨，耐体双加539，鉴定过了。永不磨损鞋一双，这一波毕竟都不是极品原色，成就给我追上追上，野兽头，兄弟们这野兽头能卖多少钱？永不磨损头，简易水清鞋一双，61米101防，这双鞋水清鞋是值得上宝石的那一种。命归宿，暴怒，我操，他妈150来个暴怒，160又一个暴怒，216，永不磨损变身之术修罗傀儡妖，站起来了，目前我。碎甲术，244，200，哦，还有一个几，我操，一修理坚固，我他妈的，这兄弟们算不算是伪不魔？他比较容易修理，然后又比较耐用，这是不是假不魔？